玉子想说吗？玉子说，掉线。没事，我们都看完你那段 MV 了，你还有什么怕的？玉子来，玉子来，直接。玉子来，直接。给他自信，给他自信。你们在上面吃，我在下面来。玉子当时还不叫玉子，叫迷人的耗子精。上过 Coachella 两次的老板哦，不好意思，黄子韬，不好意思吗？我有王嘉尔的微信，你没有？嘉尔老师，现在加我微信。对不起，嘉尔老师，对不起。我们公司的人在这个节目里没有人被淘汰。哦，这个好厉害。That's you, man. I'm sorry. 我的老板在电影里秃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输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RYCE。RYCE。Where's your 老板 sit？Our boss sit in the middle. 好，那我们坐旁边。等一下。坐坐坐坐坐。不要太坐。Make a chair, you know. 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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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ow do I look? Do I look okay? Okay. 我们应该不能坐这个位置吧？我们坐这边好不好？上一次在这家店，我获得了脑王的称号，获得了4块板砖。我在这家店 freestyle 疯了。我是不是可以看到徐吉蔚表演跳舞？我觉得我们得跟你坐一坐。别吧，别吧。这个节目都没有跟他说上十句话，我看了那个眼神，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微信。我是你的粉丝了，看了那一集之后，太激动了，哇，那个太好看了。我选这吧，来。坐，这个是周深老师的位置。哎，饿死！你坐我边上呗。哎，黄爸坐哪？我坐这儿。我不知道，你坐这吧。这样我说话也是多的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总决赛，这把预算全花完了。好像一个那个毕业晚会哦。哎，对对对。哎 ，How are we gonna welcome him？Team win， 来喝死！我会做这个。And I'll be like， 上二一来喝死。嗯。我觉得大家也得换控，这样我能跟戴维恩也说话。要不然你戴维恩有点尴尬。不是我戴维恩，因为我怕红妈劝我。要见你第一句话，哎呀，乖乖，不要生我的气。你知道我有多想吃的？其实吃一个也不是很明显吧。你吃一个得有那种看不到筷子，你吃一块肉，它筷子上会有这个。嗯，吃一块肉。肉，吃一块肉。啊，小孩煮。来，玉子，你动筷吧先。少坑我。他就想让你先动筷。都撑着是吧？哎，我不动筷，我戴手套吃个小龙虾总行。正差是吧？老师来到你在这里这样子。周深老师，周老师。哎，马红妈来了，哎妈。哦，他真的来了，那个快！来，欢迎老师们。黄妈，黄妈。我这，哎，我们坐这儿，我们坐这儿。哎。什么意思？老师单起了一桌。坐啊！哦，你们坐那桌。哎，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。黄妈来了。黄妈，好。我坐这桌啊。好。坐土伟。啊，来嘛，黄妈，干。黄妈。郑老师，小孩坐这桌。小孩坐这桌。我们年轻人坐这桌。这一桌的都年轻人，都挺会聊天的。啊，要我进站。你说。王哥，老师，老板，来喝死。为什么我是这儿？我们没有说任何口号哎。这是真菜吗？
真的真的真的好吃。这么看看吗？我的妈呀！我们都不敢动筷，我们都不敢。我等你，我也不是长辈。我们可以先吃，对吧？可以先吃。感谢各位出席我们舞台2023的庆功宴，恭喜大家顺利杀青。祝酒词，来来来来，你跟 OK 换一下噻。我想爱着我女儿做。孩子会穿过大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很简单的道理。他一天到晚找我聊天，你就找我聊了一次，再也没来找我。哎呀，哎呀，有点嫌弃了。什么嫌弃？嫌弃他。嫌弃嫌弃，该嫌弃嫌弃。黄妈说说吧。黄妈说说吧，啊，这样我们请丽丽来段中文的演讲。哦，哈哈哈哈哈。So they want you to make a celebration speech for everyone. You. Do you want to do now. it? You now. Do you want to do it? So cute. Lily. Lily, 谢谢，结束了。来自越南的 Lily。我是 Lily。我叫 Lily。吃的开心，吃的开心就是吃的开心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，哎，就这样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 ，OK， 谢谢。我们要难为外国人。他们难为丽丽，我们难为他。他们难为丽丽，我们难为他。不是，他只是出去就是 Let's go， 肯定是 Let's go。Let's go。玉子想说吗？玉子说。掉线。没事，我们都看完你那段 MV 了，你还有什么怕的？玉子来，玉子来，直接。玉子来，直接。给他助兴，给他助兴。你们在上面吃，我在下面来。玉子当时还不叫玉子，叫迷人的耗子精。Are you prep? Yeah, I'll freestyle, man. Watch me. Okay. 我们先开始呗。好。我们庆年准备了一个30分钟的中文的演讲。没有开玩笑。呀。全找外国人说话。我们这里没有外籍，一票选定。OK， 我真的很感谢可以见到你们。好像庆年结婚了，现在。嘿嘿嘿，好的。我也想说是，希望我们可以就是喝死。OK， 我们派出 Lily， 派出 Lily， 再教他一下。哎 ，Lily， 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OK， 就是吃好，喝好，长生不老，不老。我们有请迷人的耗子精。快来！哎，你是我们这唯一的青岛人，你不得敬一下？对对对。地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青岛人，我是青岛人。然后呢，很欢迎大家在2023的夏天来到我们青岛。对，然后希望青岛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吧。对，然后大家今天吃好喝好，使劲喝，拜拜。Yeah. 爱人在线发疯，您在走位，我们是不是还有您在走位？黄妈不是我哦，是黄妈。然后有请我们舞台推荐人代表黄妈。黄妈，黄妈，哎，今儿每个人喝一斤，喝一斤，好，可以。不醉不归。说得好，你说，我说完了，就那三个字。那嘉儿，就说一句总结吧。希望大家这个节目在大家心里，希望是值得的。
而且也希望你们继续做你们自己坚持的事。人家说的正常，咱们都是嬉皮笑脸的。然后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在舞台上见到大家，以后音乐节也好，哪里也好，好吗？ Yeah. 我们答应对方，以后的路上，表演的时候见到对方。第一句话就是，哎，舞台2023。每次。来吧，站起来吧，朋友们。呀、yeah. ，舞台2023，起。救命，快跑。很爱吗？非常爱。我也是。玉博是啥？ ENTV。 哦，你是艺。 ENTV。 我们也是。他还不艺吗？你也是艺人吗？在这节目组给我搞 emo 了。确实艺，是 emo 的艺。 emo 的艺。哦，好像我们要玩一个大城市时期的一个热身游戏，就是我有你没有。啊，我有你没有。这个游戏大概是一个什么感觉呢？什么？我们有一个打样视频，应该是你跟黄一博那个。No！哎，就是不会是你跟秋莲那个？我也有不好的预感。和西脸？不，应该不是。不是。Oh no！ 那那那是就很 embarrassing。啊！恭喜！我有上过 Coachella 两次的老板哦，不好意思，黄子韬，不好意思吗？我有王嘉尔的微信，你没有？嘉尔老师，现在加我微信。对不起，嘉尔老师，我们公司的人在这个节目里没有人被淘汰。这个好厉害。That's you, man. I'm sorry. 我的老板在电影里秃头。我输了。Oh yeah. 我的老板在，你的老板不在。哦。啊！我去死。加微信去了。我也想。谢谢。杀疯了，好，一会儿推给我。等好有申请把你拒绝。大家知道这个游戏的感觉，大家能够感觉到吗？你都经历了多少？然后我。